我们呢开始用祭物业天主圣神开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各位亲爱的教友，我们感谢天主借着永远圣母的转求赐给我们的种种恩惠，让我们再求他为我们转求天主。今天我们选用的求恩祭二式祭八夜，我们在每项祷思后全起应答，可爱的母亲，求您帮助我们。个人方面，面临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在受到羞辱时，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勇于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借着赌博、酗酒与麻醉剂以逃避现实。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家庭方面，使母亲、子女彼此了解。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在应酬及娱乐时做适当的选择。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青年人敢为基督作证。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思铎及修会圣召增加。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团体方面，使世界的财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忠于职守。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以互助的精神服务他人。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其他方面，向尚未认识耶稣的人宣扬福音。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愿更多的人灵洗归向基督。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得到善终。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我们按照个人的意向静默片刻。可爱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之转求，俯听我们的祈祷。阿门。大家请坐。第一个，我们有一个通告，我们鼓励各位教友在这段时间期内，通过维诺纳 APP 网站来写信来成交您的祈求及感恩信件。我们这一周总收到598封，
祈求信件有364，感恩信件84件，私人信件150篇。祈求一，请为我祈祷，让我能够克服我的焦虑不安。二，请为我的儿子代祷，以便让他尽快能找到一份长期工作，由于疫情的原因使他失去了工作。三，新冠状病毒正在影响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导致每天都有人死亡。圣母，我为这个可怕的病毒祈祷，希望它可以尽快结束。四，请为我的配偶和我祈祷，请消除我们所有的消极思想，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彼此归于彼此，请治愈我们的创伤，加强我们的婚姻。五，我们的儿子的朋友的母亲最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请为他祈祷，并向您的儿子祈求，使他能完全康复，并且也希望他的家人在这段期间会得到安慰。六，我把小女儿的学业交托给您，圣母，请为她祈祷并指导她，帮助她在高级水平考试上能取得良好的成绩，并能够进入一所好的大学。我们现在诵念感恩信件，我们选了几篇。一，亲爱的永远圣母，感谢您回应我的祈祷，以及为我和我的家人所获得的恩惠和祝福。在今年的3月份，我儿子原本被安排在德国完成期末考试，由于疫情，考试被取消了。我的儿子非常失望，因此决定留下来等待着改期的考试日期。4月份和5月份都过去了，但仍然还没有消息。随着病毒变得更加猖獗，我们感到非常担忧。我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儿子的外婆，建议我们向您祈求。结果在今年的6月份，他的大学允许那些被影响到的学生在其他选进的大学期间进行考试，所以他在另一所大学通过了考试并成功毕业了。他现在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新加坡，并刚刚完成了他的隔离。圣母，谢谢您的带导及祈求，我们爱您。哎，二，亲爱的圣母，这封信早就该到期了。有好几次，我告诉自己应该写这个感恩信件为优先，但始终从未做到。据我所知，我们每周会参加一个9日敬礼的礼仪，并与我的母亲一起参加1年1度的圣母游行。我整整一年都目睹了我妈妈虔诚地参加连续9周的9日敬礼，和她坚定的信仰，使她的祈祷获得了垂允。但是后来我们长大了，开始忙于学校和生活上的烦恼，并逐渐停止和妈妈一起去9日敬礼。随着我去了国外读书，然后回到这里工作，结婚并生了2个好孩子，这些都是我要感谢您的事情。因为我知道
我的母亲在九日敬礼完整的九钟内，为了这些事，为了这个异象而祈祷。然后我的母亲病倒了，我的丈夫也离家出走，随着我的母亲去世了，父亲不久也离开人世。我感到很失落和孤独，对我来说这是个很困难的时期，因为我的父母是我的主力。虽然过了一段时间，但我最终找回了去星期六九日敬礼的道路，这确实就像回家一样。我一直想，为什么当我母亲生病并且我的婚姻破裂时，我没有来找您。但亲爱的母亲，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是我的母亲指导我回到您的身边。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已在您这里，我把我的孩子们托付于您的护佑之下。我相信就如您为我所做的那样，您会领导我的孩子们更亲近天主。他们现在一切过得相当好，也感谢您护佑和照顾我们。圣母，在我的一生以来，您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也感谢您没有对我放弃，请帮我向我的父母问候。三，亲爱的永安圣母，在我媳妇怀孕期间，在婴儿的大脑中发现了一个小囊肿，我寻求您的帮助，并且您并没有让我失望。现在我有一个美丽而健康的孙女。四，亲爱的圣母玛利亚，感谢您在新冠病毒的期间照顾我们，并确保我们一切安好，真的帮助了我们建立和坚固了我们一家人的凝聚力，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幸福。五，亲爱的圣母玛利亚，非常的感谢您，我为我祈求，我的针脚感觉消失了，我腹部的疼痛也没有了，而且我子宫中所有的息肉消失了，妇科医生说一切看起来都不错，谢谢您的担当。六，亲爱的圣母，感谢您今天给我勇气跟我的母亲谈话，由于争执我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说话了，而今天我却能够打电话给她并与她交谈，谢谢您圣母玛利亚。七，亲爱的永远圣母，感谢您的这个星期一直在我的身边陪伴着我，并帮助我尽我所能来完成复习学业，也感谢您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并加强我对天主的爱和信仰，还有感谢您鼓励我全心全力来侍奉和取悦天主，使我能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现在我们一起诵念敬礼经文。永远圣母，仁慈的母亲，我们前来投靠你，因为人人都知道你是罪人的投靠和希望，求你也做我们的投靠和希望。为了基督的爱，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伸展你救援的手，我们曾多次犯罪，
但是现在知道，若投靠你，就会克胜罪过。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我们必来呼求你，圣玛利亚，请救援我，使我不再远离天主。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念圣母经一遍。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颂，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我的灵魂颂扬天主，我的心神因救世的天主而愉快。因为天主垂怜婢女的卑贱，今后万世的人称我是幸福的。因为全能的天主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他的名是至圣的。天主对敬畏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天主施展了他的神能，粉碎了人们心中的骄傲。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举扬起那微小卑贱的。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天主不忘他的仁慈，照顾了他的仆役以撒尔民，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伯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玛利亚，你是基督的母亲，你也是我们的母亲。请众同道。天主，我们全心感谢你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她仁慈和爱，了解及关怀我们，我们再次向你致谢。阿门。我们现在唱一首歌，歌页在三十页。大家请坐。我们在一整年的节日当中，我们都获益过很多的节日。那么我有关圣母的节日呢，我想问一下大家，一年当中我们对圣母的庆节或者节日有多少？可能很多人不太知道，但是我们会知道一些大的节日，很简单的就是说圣母领报啊，或者是圣母升迁节等等。对，那我神父今天就很特别的给大家讲一讲教会一整年让我们有十次的一个庆节有关圣母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元月一号，天主之母节，这是在1994年11月11日，罗马天主教会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与东方亚述教会公墓一个大牧者马丁马克四世签署了一个共同声明。
这两位共同签署了一个文件，说是东方亚述教会惯用的称呼，他们叫做基督之母，或者我们天主教会用是基督之母，两个天主基督救主基督之母，将这两个称呼我们结合为一。但这是最近我们一直所要庆祝的。那么第二个是在这个2月22日，圣母献与耶稣遇圣饯，我们也会称为献主节，就是耶稣出生之后40天，圣玛利亚圣若瑟奉献耶稣遇圣饯。第三个是2月11日，路德圣母，这个是发生在法国南部的圣母玛利亚对布尔纳德的一个显现，是在1858年。那么这个布尔纳德就问圣母你是谁，然后圣母给他的一个回复说是我是污染原罪者。这我们要大概知道一下就知道他的原因。第四个是在3月25日，圣母领报，这个是在公元431年厄弗所大公会议里面所确定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在欧洲很多的教堂里面有绘画圣母领报的这样的一个图形，有在1426年安吉利科绘画的一幅图画，及1472年达芬奇所绘画的圣母领报图。第五个是在5月8日，中华圣母节，这个是在1973年之后我们就每年在庆祝的。第六个是5月31日，圣母访亲节，这个是根据路加福音1:39-56。那么我们说它的起源是在13世纪方济各会士他们的一种敬礼来恭敬圣母。在1389年，教宗沃尔巴六世开始推广。第七个是6月12日，圣母无间生心节，这个是在17世纪开始一种敬礼。那么同时我们有时候也会常听到有一句话说是通过圣母玛利亚到达耶稣，你们猜这是谁说的呢？那我在这里面告诉大家，是一位圣路易斯·蒙特福特所说过的话，所以我们要记一下哦。那么同时在1956年的教宗庇护12世颁布让全球普世教会共同来庆祝。第八个就是8月15日的圣母升迁节，这个也是教宗庇护12世在1950年颁布的。因为我们也相信圣母的肉身及灵魂同登升迁。第九个是9月8日，圣母诞辰，这个节日是在5世纪中叶就已开始这样的一个敬礼。第十个就是在10月7日，玫瑰圣母，这个是在1571年的10月7日，杜班多战役胜利，他们感恩圣母玛利亚的转导，因为借着诵念玫瑰经而得到的一个胜利。那我们看到这十个节日当中，每个节日圣母玛利亚和我们人类和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助我们的祈祷，我们的诵念玫瑰经和天主和他的恩惠相结合起来，并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团体，在我们的周围能够带去天主要让我们转给他们的恩惠。我们也同时也在每天的祈祷当中，可能诵念最多的就是圣母经，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诵念玫瑰经。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玫瑰经里面包含着圣母玛利亚和天主的恩宠相结合，就像这一位圣路易斯蒙特福特所说的，通过玛利亚到达耶稣。那么我们也是否愿意借助我们诵念玫瑰经而到达耶稣跟前，到达天主面前呢？所以让我们能够慢慢的去体会玫瑰经带给我们的恩惠是什么。愿天主祝福我们。我们向圣母颂，知人知此同天玛利亚请记忆，凡人求你保护，求你救援，求你转达，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须童真至圣童真者，我的母亲，我怀着这种依恃的心同奔于你，我虽有罪，但现在忏悔，又来到你台前。须圣颂降生之母，别拒绝我的要求，但请你仁慈地抚亲我。阿们。为病人祈祷。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请抚亲我们为病人的祈祷，赏赐他们能效法你，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如果是你的旨意，求赐他们痊愈，使他们永不忘记你关心他们。阿们。
我们先唱永远圣母祭三祭四节。你自己把天饼给了他们，那饼含有种种美味，情中同道，天主在你奥妙的圣事内给我们留下了你痛苦的纪念，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亲近你祈血的奥迹时，使我们尝见到你救赎的成果，你生活并为王于无穷之时。阿们。赞美天主，赞美天主生命，赞美耶稣基督真天主义真人，赞美耶稣
我们最后唱二十七页的歌曲。小路手持念珠，白衣书清静，前世波大家平安喜乐。